大家都知道，我跟日本人打了一场，还没完呢。当我赢了这个日本人之后，我在接受大家的欢呼的时候，这时候我发现我被打了一枪啊！这时候我倒在地上，我的老婆过来说：“老公，我跟孩子没有你，该怎么办？”老婆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只要带着孩子平安长大，平安长大，去见。忘记，这一忘记，忘记，因为我现在失血过多。你要带着儿子平安长大，一定要健健康康，记住，一定要健健康康。我老婆就带着我儿子去看康康了。永春，叶问，滚！